就这个塞梯子啊，看一看。这驴脚变形了啊！打石膏不用打石膏啊，这个给它一会儿就修正了，修不正也得给它掰正。这一会过了呗，是吧？过了。以后是坐铲，擦两铲掉吧。啊，抓！你别说，把铲子又革性坏了。先把其他的皮儿修一下。站住！一分，还等你中一会儿再上一段。一。这三个修好，然后剩下那一根再修。就剩下那一个了，你先给他掰掰的。不，一块黄色的石头。水看到吧？来了。弄上的水。那不像黑水。坏了。毁了。玉芬。来了，那不要。哦。坏了。鱼。塞蹄儿加漏蹄儿。哎，过了啊！谁说过不了？过了吧？过了，过了。看见没有？过了吧？过了啊！塞蹄修过了啊，朋友们，怎么样？站着都能过，你别说他跑起来了，跑起来肯定能过啊！走吧，走吧。
顺直，过来。还不习惯，还不习惯，过是肯定能过的啊。嗯。让开，你让开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他把我挡住了，你看。哎哎哎哎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你让我坐了不？妈大！哎，拽绳，拽绳。多远点啊？好好。多远点啊？这几个和尚丢我的船，都不得劲了。看那个题字啊，那八字儿。这就是那天那个酱绿。先给拧上鼻子再说。对，拧上鼻子。保险起见，还是把它套起来。慢点啊！你把它抬腰一圈了，不怕它闹，就怕它耍赖啊！歪歪扭扭的蹄子，躲它回来吧。嗯，害怕了，哆嗦了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这是。嗯。这是激动的心，颤抖的腿。裹着呢，脚底下。这全部是育肥的啊，在这里全部是育肥的。哎呦，让我少，少不少？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开始落几步了。前蹄儿都不让修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这练摩托。哎呦我也。有没人要练他找他吗？要踢我。哎呦。没事儿，没有师傅治不了的驴啊。哎呦，可正了。这是要干啥呀？看这个，看怎么着。动不了了。看怎么着。哎呀，真是的。躺会儿吧。哎，休息一会儿。谈会儿话，我接着来了，接着闹腾，肯定得让他站起来。现在是伴着两条腿，还有两条腿压着动不了。把这腿儿弄出来，我在这憋着，不要一会儿干嘛去了？就弄弄。啊，少少，少少，咋那么听话？少少，少少，那他裹着的裹不了，哎，出来了。你先第一。嘿，这是什么帮手啊？没见过呀。没见过。你这叫帮佣的了。啊。目前你看的到球的了。啊，我还没看了就到了。不让夹也得夹上耳朵，拧鼻子夹耳朵，只有倔驴才有的待遇啊！你弄弄仇恨了，仇恨！我帮我拖来这儿。找起来了，但是立住了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好了，修完一只蹄子啊。站住，别动。
为嘛这人儿的脚心它有个脚心儿的，那纸板的都不粘，得不了。人也是这样啊，人也是这样，人也是这样。好肥的肉垫儿啊！已经铺躺下了，这个。嗯，对。这得，那牛肉，牛也是这样，操吧这的。不前脚一看就得到了，最后一个梯子啊，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先去鼻子，再去耳朵，别的你看不了，是不？待着这他就不吃饭了。吃料我感觉。哎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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